我的厨魂已经上线了。没熟。我跟你讲，非常漂亮。怎么会有人早餐给我鸡胸肉？我都是鸡腿，没想到一吃，天哪，里面是 juicy 的，那个比那个市售的鸡胸肉好吃一万倍。那个鸡肉是谁？是谁煮的？我有点害羞哎。就是夸你的鸡胸肉，夸你的胸肌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还会煎哦。被称赞了。被称赞。什么？欧巴。